来吧，酱香猫眼螺。咱这个猫眼螺啊，回家你怎么吃都行啊。有的人喜欢吃原味，那就水煮；有的人喜欢吃凉拌，那就煮熟之后挑出来直接凉拌；有的人喜欢吃辣炒，那就直接辣炒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只要不是特别辣，我都能接受。哦，汤汁都没了，嗯，烤成干扁子。嗯，就要吃这个啊，特别嚼劲。有人说牙口不好怎么办？牙口不好你就多煮个十几分钟啊。